我小五岁的女友来给我送饭，你咋来了？太想你了，来看班了啊！我上班呢，还没完事呢。这不该午休了吗？哎呀，那你是没吃饭呢？太热了，我吃不下去。一猜你就没吃呢。啊？我自己做的饭呢。你这啥呀？哎呀，我大馒头。<笑>你休息，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呗。你给我做啥饭呢？就他现在太热了，你吃不下饭吗？哎呀妈！我要饿了，我就自己点外卖了。你这折腾啥呀？这热天，你都冒汗了都。哎呀妈！玩费心了啊。啊！你管这边点。 一会儿领导他们出来干着不好，那咱找个地儿吃。找个地儿啊？嗯，你跟我来。<笑>这是什么菜系？这个叫金钱蛋。啊？我刚学的。哇哦！就是长得不太好看，但是肯定能好吃。是吗？嗯，我尝尝。 哦，不错，配个大馒头，这个叫茄子炖肉。嗯，我新研发的啊，你尝口呢。尝一尝啊。嗯，好吃吗？挺好吃。是吧？有点咸，就是。下饭，主打一个下饭。嗯，这个是。嗯。这是啥？ 这是做二送一，这是我剩的小龙虾。<笑>你剩的？哦，原来你自己吃的是小龙虾。哎呀，你不用管那么多，你吃不吃？<笑>太麻烦了，我又不吃了。我给你吧。啊？我给你吧，你吃。<笑>那玩意儿有人服务，我肯定吃啊。 这小龙虾是你做的吗？<笑>我就说嘛，你自己做能做这么好吃？瞧你谁呢？我早晚能练成这一步。<笑>有点干吧？那我去给你买点水吧。你知道商店搁哪吗？那块往那边左转就到了，啊。 买了，先买个大洋。你不喝啊？我不喝，给你们喝一个。我自己来，哎呀妈！吓我一跳！<笑>我来，给我。必须服务到位。哎呀哎呀！嗯，还凉着呢。咋啦？咋的？哎呦，我到点了，没事，慢点。 我自己收拾啊！走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那我真走了。快走吧。嗯，自己收拾啊。那啥就行。我走了。走吧，快点吧。晚上见。 原谅说太快，爱真的阻碍。他说晚上睡不着，这天还真挺冷的哈。你说男人无助的时候该跟谁说呀？啊？问这个问题还真问住我了。你说要是跟父母说呢，他们只能跟着你放弃；要是跟朋友说，他们可能会跟你喝一杯，然后说。 哎，兄弟，我们都一样。要是跟妻子说呢，先不说能不能听你讲，可能还能给你数落一顿。所以啊，真没人说。他们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自己默默抽着烟，喝着酒，然后第二天装作若无其事，继续搬家。我发现你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啊。对呀，这是事实。你会发现啊。 很多男人到了30岁之后，他才沉默寡言，因为他每天早上一睁眼，身边全是需要依靠他的人。
我们家里的避风港，但是呢，却没有自己喘息的空间。你可能还会问他，你为什么啥都不跟我讲？但是你不知道，他正在把自己也承受不了的东西往身上扛。他是儿子，是丈夫，是父亲，却不是他自己。所以啊，男人真的付出了很多，会让了很多，成就了很多。 爱谁是谁，却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结果。<笑>我就知道这话好像不是你说出来的。我憋老长时间了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憋老长时间了。那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行。会好。 会好的，会好的。看来你这么理解男人的份上，我刚刚偷偷做了个决定。有一天咱俩要是结婚了，我要给你888万的彩礼。疯了，才拿这么多钱呢？哎，少一分都是对咱俩爱的不尊重啊！<笑>你看啊，888万是吧？咱俩长命百岁的话，还能活70年。嗯。 也就是说，我一年得给你125,000，咱俩先住一下。滚吧！现在这花它是有花语的，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。 也是我铭记于心的爱人，我愿化作人间的风和雨，陪在你身边。你能消停的吧？你这太有意思了。那花店人怕我忘了，然后给我写纸。老师，你是不是以后也可以给我当舅妈了呀？ 你这当什么舅妈当舅妈？我看你像舅妈，你这舅妈。王老师，这别生气啊，这孩子他表达方式有点直接。没事没事，你那天净瞎说话。你让我帮你一把吗？我那是上个月的事儿了，你帮我什么忙？我这消停。这个东西给你。王老师，你还给我买这么贵重东西？不用。 这是狗粮，就是那个我家小狗现在不在你家了吗？就是上次去太匆忙，没给他带啥东西。你是第一次收到礼物吗？什么礼物？狗粮。哦，你是狗呀！你这还这净瞎说话呢，你懂吗？你别瞎说。好吧。嗯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你现在有空吗？请我。 我想请你吃顿饭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我肯定有空了，王老师，这还说啥了？那约我一起去呗。王老师，你不用带他，你听我的，你昨天不跟你妈说你想吃那可乐鸡翅吗？没有啊。你怎么？你咋没有啊？你昨天跟你妈说的，你想吃可乐鸡翅，你妈今早去那个早市给你买的，都做好了，刚刚填，一咬老香了。你我不吃。你干什么？你不吃？我就不吃。王老师，你不用带他，你真不用带他，王老师。没事，一块儿去呗。王老师，你再约啊，你下来。我不。你能不能让舅舅和王老师单独上？不能。你等会儿吧，王老师。 你妈说带你去水上乐园玩儿，我不去。你等会儿吧，王老师。你妈说带你去水上乐园玩儿，我不去。你这孩子我真管不了啊，老师，麻烦你了，老师。